总算回来了。今朝辣外头买了只狗狗翻译机，只要拿搿只物事戴上去，就好听懂狗讲个闲话了。等下我就好晓得阿拉两只马克到底辣想啥物事了。蛮贼啊，还勿晓得伊辣想啥物事。哦，我勿得先进去。马克，我回来了。马克，来，搿搭个，在，好，哎，乖，哎呦，宝贝儿子，开心了对伐？我晓得啊，晓得侬老开心啊。哦，对了，让我听听看侬辣讲啥物事。回来了。哦，可以啊，马克，我回来侬介开心啊！啊，看到我回来老开心的对吧，马克？哦，搿只物事结棍哦，好拿狗的闲话统统翻出来一个。哪能了，马克？哦，还是打起来听听看。没叫，今朝回来了蛮晚嘛，你到啥地方去了？哦，对了，听我讲，今朝老困啊，困了个天要死，所以我也来空中房，侬晓得伐？哦，困了交关辰光，大概四个钟头往里伐？我困得有眼痛呀，随后醒了，发觉好像没啥事体做嘛。哦，对了，本来是另外想啊，随后看到自家只尾巴，就开始走去，再出去。后头发觉蛮好白相，就开始追牢自家尾巴，走去，再出去。后头白相起来了，也觉得不是老适意，就开始往那个想事体，本来想困觉，但是好像哪能也困不着。刚刚没困不着，还是困了四个钟头，又困了四个钟头，腰好痛呀，不晓得哪能办，就一直叫，也没啥理由，反正就是一直叫。后头隔壁的王爷来了，讲了句吵死啦，我可以喝出去啊。我在那听我讲，听我讲，今天五百天，哎呀，送快递的人来了，就是上趟来过。屁股哪能介许多啦？哦哟，死了，这狗屁股介许多一家，搿只狗飞机到底灵不？哦，丢，啥人啊？哦，杨老头子。喂，蛮好，可以啊。爸侬身体好不啦？哦，有数了。妈呢？妈身体还蛮好的吧？哦，有数了，那两个是自家当心点啊。下趟我有空过来看㑚，好吧？好，再会。哪能发出搿种介残酷的声音啊？听一个。哎，我应该想阿拉爸爸妈妈了呀。马克，我是只草狗。我就是因为晓得侬是草狗，所以才拿侬买下来呀。妈妈是萨摩耶。哦。阿拉爸爸是吉娃娃。蛮来塞的嘛，哪样蛮来塞的嘛？母子差介许多还可以啊。哪样还有辰光王死王了是吧？哪能好像是救护车嘛？每趟有个救护车过来，侬就发出搿种声音。侬到底辣讲啥物事？让我听听看。唱了介好啊！我每趟救护车过来，侬是辣唱歌啊？唱那唱了很好嘛？哦，搿只物事绝对可以哦！唱那啥人发明啊？哦哟，辣手啊！我唱那。我读苹果了。毒苹果了！哦，毒苹果了！哦，搿只物事是方便啊！好，我帮侬拿狗粮拿过来。好，喏，吃狗粮，吃伐？哪勿吃？哎，又是搿只，吃来进去还是搿只物事？这味道已经吃腻脱唻！我应该想到外头去吃呀。哦，对了，就去厂上头吃了只肯德基唻。搞啥物事？侬也要去肯德基啊？侬又进勿进去了？就算侬进去了，侬可以排队勿啦？有的么子吃蛮好嘞，不吃拉倒，收他。哪意思啊？要是侬不帮我吃饭，我出啥事体自家看了办。搞什么呢？啊，那个副样子啊！哦，有数了。那么下趟带侬吃肯德基，好了不啦？不要生气了。啊，好，挂眼，好吧？哦，开心了对吧？哦，好，挂。哦，挂。哦，挂。老开心了对吧？老爽了对吧？人类啊，只要搿副样子，伊拉就老开心嘞。烦脱了吧？哪能搞得来我像侬儿子一样啦？要死了，侬神志不是啦啦？你再等下，我不欢喜侬了。去哪里饭？厕所个。厕所？厕所？厕所。那就出来只地址高头好嘞。为啥要蹲辣搿搭？我至少要蹲辣搿搭厕所啦。讲的嘛什么啦？我勿会得去人类厕所吧？当心上死伤。死滚！啥地方我得来呀、要死！喂，马克，搿件衣裳搿副样子是侬娃娃偷的伐？侬想哪能？哎呀，搿桩事体我勿是老清爽啊！哦对了，我勿是帮侬讲，哎呀，王阿姨来过嘛？我帮侬讲，估计是伊弄的。哈三胡事啊？难道是隔壁的王阿姨弄啊？侬看，明显就是侬做的好啊！我刚刚买衣裳，做了么就做了，还要来？乃末侬讲搿桩事体哪能办？啊，是我啊！就是我，哪能？因为我脱困了，
哪能等下讲侬满意了吧？哟，你个啥态度啊？侬老老实实帮我讲，侬为啥等下做？我的熬夜自己就那个想，要是真的熬夜去，会不会比他聪明一点？聪明侬死脱！为啥侬熬我搿几场球会得比聪明啊？侬的娘刚开始直播就黑老嘛？不用了，听来听去侪是搿眼闲话一讲，我还以为侬会得讲眼老可爱闲话嘞，讲来讲去搿眼物事一讲，不用了。唉，早晓得勿买搿物事了。哪能又发出搿种介残酷的声音了？哎呀，今朝是啥日节？侬还记得伐？你讲什么呢？还是忘记脱了的伐？实际上，今朝是我的第六趟生日，当然也勿是啥特别要去记的日节啦。勿好意思啊，以前侬介照顾我。麻烦侬帮我收拾收拾，拿我带到狗店里去啊！马凯，哈比波斯的，我哪能可能拿了儿子生日忘记脱呢？这音乐帮礼物是我老里不早就准备好啊，不要再讲一眼难听闲话了，啥能送到狗店里去啊？礼物是。等等等等，拿好扣啊，小金子！我晓得侬老早就想要搿样物事唻，穿了一身武器好啊！哎，我讲出来，我哪能可能拿侬个生日忘记脱呢？第六趟生日了，好伐？侬搿眼礼物，我提前一个号头就统统帮侬买好嘞。哦，开心啊，开心啊！哦，开心死脱了，对伐？哦，开心！可以，阿弟帮我操可以。是慢眼，是拿我把武器带个，快个拿我把武器。妈呀，搞啥么呢？医生，刚我当然晓得了，你到底以为我是几岁？六岁。是呀，六岁嘞，狗个六岁，调成人就变成四十岁。我晓得，四十岁的爷叔穿了个副样子到马路高头去，会得哪能啊？坐起来。你搞啥么呢？听不清。我都不坐起来。就是讲呀，四十岁爷叔穿了个副样子，就是变态好吧？我讲出来，这种东西只有那人类才欢喜。好了，光有他毛巾也是我讲的嘛，把那毛脱了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侬从刚刚开始一直来叫我啥么呢 ？Marky。哦，侬搿种就是对长辈的称呼啊。马奇亚叔，要么侬就叫马奇阿哥，来叫叫过来。马奇阿哥，晓得就好了。干嘛？散步去吧。气死他！侬搞啥么呢？搿种态度啊！侬老生气的，侬晓得伐？我特为帮侬买了衣裳，以为侬都老开心的嘞。叫侬啥马奇阿哥嘞？脑子坏脱了是？你搁了，我勿想再帮侬蹲辣一道了。本来以为侬老可爱嘞，好了，乃末侬帮我出去伐？出去伐？我再也不想看到侬了，不要帮侬死了一道。好了，快去出去，鲍云你再也不要回来了。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，妈看到了啥地方呀？快点回来好不啦？是我做错的，妈去。Marky!